来鬼已虽关做官吼上赞，啊万行吼拢会当替老百姓想好官呢。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，请了。我甲恁特别介绍，阮太守吼王氏啦。哦，迄做官偌好嘞，你知无？啊吼，逐天咧办代志。人咧民众来办代志哦，伊拢徛伫民众的立场。啊，若咧老伙仔来办哦，伊拢叫阮爱行椅啊，互人坐。啊，若有人较无方便的，伊阁拢会甲人奉茶。好官呢，好官，伊交代我办，我就甲办。老师的考试，哎呦，我嫁夫王莹，啊，夫家殷实，母的世家，啊，人老师是出身文官世家，
我会晓读书写文章，啊，我生一个囝叫做王氏，现主持是阴阳官太守。阮囝吼，因老爸教伊武功，啊，我著教伊吼写文章，啊，顺便嘛教伊做人诶道理，兼教伊为官之道。阮囝，逐天拢会来甲我请安，啊，早起搁还袂来，来了。母亲在上，行儿游嘞，哎呦，囝呀，人我这咧甲观众朋友介绍你，讲你真乖啦，有听老母的教。嘿，恁大家啊，咱安尼吼，囝儿是细，若肯听咱的话，咱是毋是拢足安慰的啊？对无啊？哎，母亲，感谢你的教诲人囝。啊！你唔通听老母，啊！嫌老母啰嗦，足侪事事吼，拢爱嫌老母啰嗦。啊，老母哦，讲你几句啊，嘛是爱你好。咱做官哦，万行拢嘛爱替百姓想。母亲，今日孝弟啦，嘿咯，安尼才有乖，乖。五班，你不在公堂，来后堂何事？啊，报告太守啊！啊，到得这头前的时候，你家门晓啊，拄到一件代志歹处理，何事？迄关公吼，无通关公文，啊，伊讲要过关，我无法度处理咧，啊，就来甲你讲，你先去安踏，我随后就到，啊，你好，我紧来去。